一会儿放你啊，一会儿放，一会儿放。嗯，好的，那个小心点，一会儿放。哦。来。乌水。哎呀，乌水乌水。哎呦，凶一点，这个凶一点。这个好一点啊，这个熊的，像熊猫，啊，有熊。那个就是狼狗。熊的，两只这么大的熊，它偏小，要再大。哦啊，它偏小。还要偏小。那个狼狗，看了就是牛的狼狗，比这还要大，还要大，是吧？还要大的，是吧？这个大的好，你看大狼狗，它的后腿都，这个看着吓人。哦。你还要短的吃得动吗？吃得动吗？这刀呀，这是塑料的。来，嗯，塑料刀切。要不要去拿你的？给你来一块、啊。你想吃什么？来一箱吃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坐下，你坐吧。我们拿这个去。不是不急，咱就得，咱就是得是自己动手。把这口吃定一下，大姐。王太太，王太太，给他让他你好。我帮你拿给你老公的啊。啊，好，谢谢，你辛苦。蒸米，蒸米皮。我们叫卤水。哎，我端过来，你稍微吃一点。这里先给你吃。好、哦，这还有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搁这边，放哪里？这比旧省还。你回来就走了。先切两半，一人一半，不在这里买的。这里买的。对啊。现在在中国超市里面。对，中国超市里面，你来一个这个。我不需要降，他比我懂得多。那降一平大概多少钱？那你问我弟弟。我不知道。那哪里那个？在国内。我要问你箱子多少钱？一箱五，一箱五啊？几瓶能？二十，对了嘛。两千五，去年是。你到时候去掏呀。涨价了这个。涨价你没少赚。咱们那个开会了，所以就放在这个过来节日，你说的过节就轻松一些，就咱们之间都没什么问题。来，老乡，来哟！哎，你这个吃。这年都没喝，都历史。过年帮忙一下。哪里有受伤了？妈妈现在最近。变好，您就那个什么，您就让一回大厂里边的那个。哎呀，这找着那个什么东西、啊，我们不是找着那个东西了，怎么找的？我给我。你把他绑在后面吧。对呀，给他老爸去了。他说不能动啊，有个骨折。对，我跟道理是有协议的。这样看不看都差不多。我要换一个。哎，到东面去吧。那个能看得到。怎么办呢？姐，你看你这衣服怎么回事？他最后呢？洗完澡再。不管他们，他们先洗完澡，洗完澡再吃。饿了，没被吃。给两个，我说没被，给两个我。啊。
你戴照不照？没有看呢。我说的新年好。你戴你照不照啦？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杯子量两个杯子。新年好。你们不会叫什么卖萌？照一下好不好？卖萌。卖萌啊！卖萌啊！黄哥，你把那个什么开开来，芬达、芬达和可乐开开来。他不开。什么？我们两个照就好。烦你。黄哥没有，烦呢。对呀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哪有空杯哟？你给我两个空杯子，我说我没杯多好呀，我你倒给玉米给我来一个。好嘞好嘞，谢谢。来，撒露的，撒露。你要不要？有吃玉米吗？有啊，吃了，谢谢。嗯，有上玉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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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哎，拿我这个。我都不敢这个。因为我们今天屋里没回去。对对对。而且我们二月份有活动，去甘东跟他们还有别的一帮朋友。对。但是二月份，小姐啊，约都没上石磊去了。嗯。对。好，一个月那边有一牛肉吗？牛肉吗？这牛肉拿一块。切不了。一块小小块。啥路？你狗又来叫我了。你喝。还有牛肉。今天好，啥这个。那边有一盆。他们说长的，那边有长的，那啥子都有。那这块现在有了，有啊，啥的，看我们吃过了，吃过了，大的很多。对，好了，掉下来了。有，有这个，有这个。你们两个呢？知道啦。六百油，六百油，那个长，那个长，那个黑肉。没到那个中国超市啊，中国皮带。我都有点。表妹帮忙。这个跟那个炸面包那长不一样啊，这不一样。你没看？你喝过？你看这个，这么高粱少啊？这个半的少。你们家这长吗？尤其你要喝那个高度的，那最高的就是17度。那漂亮。确定是咬吗就行了。这么好，这么好。这么好。后个头60度。没有，后个头56。下手比较快。好久都是60度了。那个后个头，那个收藏起来。不要收藏，那个别上，那个。嗯，你来了。嗯，走来福。69吗？白酒啊，澳洲葡萄。来，欢迎参观，欢迎参观。后果自负，我先告诉你。不喝酒的，他也不开车。爸爸，不开车，你不开车，太包皮了。像这鸡腿分成四份到五份，这个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用自助式的，一大盆放了，咣咣咣五六盆，然后自己盛，盛完了放那个。对，他不吃果实，哎，第一个也不吃果实，就拿一个桌子，容易闹病。我带你大伙儿找去啊，然后把菜都。狗肉可能才3公斤，对，因为我爸妈是3个月有，百斤差不多，他们好像买香的。你要吃啥？自己在家带的。你能干吗？来，你明天去上班。香米，你女儿比的，比较近，一个是黄豆，还有什么呀？朝鲜鸡。啊啊啊！对。韩国人，三六三六来。韩国人是一年。三六来，谢谢。欢迎欢迎方露啊，过来你。谢谢，哎呀，客气啥呀，真是。吃果露啊，嗯，好的房子啊。刚刚年半，你到葡萄架上面好吃。骂他说你们吃的，搭上这个还行，不加这个不行，不搭他那个葡萄架他没盘好，他有些有那个有空，空隙大了就加。对，明年你把那个有空的那个吃的不用减。钱林平，留在那里。贵阳的。钱林平，花椒苦肉也可以。酱来来来来来，今年身体健康哦。潮州的那个，对，本来今天呢是钱林平同学呢新年住新房，结果呢家里是没有餐具，所以他会借我地方，我还没问他收租金。那这里是放水房，你也是放水房，这
见你地方，跟你一起。他跟我说，本来你是说上你家嘛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家没东西，要来我见你地方。没你喝着，我搞不起来。新年快乐！谢谢大家都快乐啊！大家新年都快乐。好的，你整容了没有呀？来试试看，每年都快乐。还没说好吗？每天都快乐，每年都有。然后就简单大嘴虎子啊，那是你，那也要想了，不用了，过去好了，让你家找个房子，累离这不远，过大日，他人都不累，然后你家里干杯，干杯，你家不进来，你们待着吧，就在我家。你家那个，你家到我们家去，就是张总那个，然后张毅，然后包括那个张马家里，他那种想喝一吐。好，标准标准。黄凯文带上游泳啊？你带上游泳啊？带到头上面上啊？阿姨他们一块干完了，对呀，谁烟的？我有，我一般就在局部是在这。没有，咱们拿一条的。要什么？什么？拿一条腿，一条腿，一条腿才大，分开。一条腿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你来一块吧。好，你来一块。我跟你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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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这是领导的。海飞要不要？那边没有。这是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啊，行了，谢谢，我拿给。好，就。来一杆，刚好，前面打过了一个。这里会有你的。嗯？这里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台球桌。有，超市里面有。火车站就有。
出来吧。下面你来这个。啊。你现在是？门关过来。
待也就一天就是待过去。他们这儿油印过来还是蛮新的。从国内运来的呀。嗯，这样啊，那不漏。刚好过期。也太棒了。牛。倒霉。
好了，啊，来，就一个，好，哎，好，
好快。没有。哎，你们别过，别过，别过，没动。哎，你先打。哎呀，不好看。那就四了，四比二。有种那就发起。哎呦，四比三，四比三。同志们，对。还没碰着。四比二，对，没碰着。是的。啊，一比四，一比四。老婆，你下楼了。那个，我舅妈好了，那浴巾在哪里？睡衣没有。
毛发给它插的时候还挺紧身的。那电吹风，吹。这也插电了，在那边。还有个吹风机，在下面。这两块有本的。先试一试。我知道每个人也需要呀。兄弟，你需要吗？兄弟，你要在哪里？这把水关着。这那个水口没有吵上呀？这个墙面上有一个。下面木板那个地方是吧？面前，这是个开关，不在下面，对啊，木板那个地方。Harry 去哪里了？在京东拍的，刚一洗澡他就跑了，先说。对。我怎么害怕给他洗澡？对。他是稍微吹的，他吹也很快。你觉得很温暖？烫不烫？你的腿怎么了？看看看，烫不烫呀？烫。坐下，你坐下，坐下，你坐下。我就是怕我坐不下。坐坐坐。好，你去吧，老爸。我一心放空了，你爸。阿姨，坐下看，来看。阿姨，你打裤子。打球。
都很重要，去买塑料袋，把它装好。他们有人养萨摩，他那个养土鸡啊，萨摩的毛给皮毛衣。对啊。这个夏天过了，什么就可以做一件毛衣了。或者。哎，回来，回来。打球。对了，接了，接了，我打球了。嗯。舒德啊。我们换你水。别动你。我吃饱，他们吃饱。把那，把那只狗牵过来。那只狗。那只狗不洗。
上衣裳把我全包改的练杠丝。哎，想吃鸡，穿一百块，中了。